大家好，我是头，今天我们又回来玩，上的开始 Sky 我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玩的是 Sky 我啦。我旁边这位仁兄呢，他 skin 很明显是呢有加一个超级神什么之亚赛人呢、啊？哎呀，那个动画我有看就是了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玩 Skywar 吧。其实我个人不是不喜欢那个 Life Mod 的 Skywar， 就只是它的 bug 呢，就只是太荒唐了。有人可以隐形啊！我刚试完一下，不过我还是赢了。我明明是最后一个进去的，他们还可以看到我，就证明他的 bug 影响啊。所以我们重点就是呢，汤头大世界呢，从现在起呢，永远都是直播版。他们呢，他即将会在五月跟六月时呢复出啦，这就是我要说啦。还有呢，如果你们是新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们呢，就不用担心，我会做那些就是让新人来了解我频道那个视频啊。其实已经做好了，从二月做到三月，现在已经三月了。好，我们赶快进入正题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进入正题啦。哇，很快就开场了。不行了，准备一下。首先，我先教大家，你们 Sky 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乱跑，不然的话，你会耗尽你的体力啊，你的手的力啊，是这样子讲的。一玩这场新啦，我先不教大家如何分辨是新的场跟旧的场啊，很难做到的这种东西。他们新的场，他们很故意呢，就放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在新的场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在新的场里面放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旧的场他们好像是有放某样奇怪的东西。是某样啊，奇怪的东西啊，很明显下面是没有香料啊，不过已经会咬了。我整天都是中招，我每次去下面看哦，没有香啊，我已经学会了，想看了，你看啊，没有香啊。如果你可以拿整套装啊，你就代表这那边是没有香啊。这是那个教我的，不是人教的，是那个师傅去咬我的，本身师傅去咬的。很棒，还没有发觉到，那就 goodbye。哼哼哼，喂，有人发觉到我啊？有啊，发觉到我啊？没有，还没有发觉到我。很好玩头，玩头戏了一次。他不找，还没有时间管我们，没有时间管我们，没有足够的东西带过去两天，知道吗？对，我没有足够的东西带过去两天啊。我怕这些大怪呀、啊，不会啊，没有这样高智商的啦、啊，啊哈哈哈，没有这东西叫啊，没有东西叫你们啊，完全没有，好不好？完全没有，我完全没有东西搭过去啊，这样快啊！你还不是体验完了啊？真的？你确定？真的？哦，他知道我们搭过去啊，我知道啊。你想什么？你想搭过去啊？你就想啊，你顺着那条路直接过去。哦 ，Oh my god， 他跳下去啊！他不小心跳下去啊，因为很难走啊，这种路真的难走。然后我们直接跳过下面，着香了，直接过去杀掉啊！过去杀掉、啊，呀，什么 skin 来的？还 skin 啊 skin 啊，哇操！哎呦，都是跑啊先啊！这个教会我们要先跑，这个场啊，教会我们要先跑先，跑了一圈过后，我们才回去找那个打。通常都是这样啊，去偷鸡啊！现在偷鸡，不要跑多一圈，在那个人的后面绝对不给大家前面哦。绝对不可以哦，在他前面的话你会破盖的哦。你看在他前面啊，我会破盖，你都讲啊，破盖啊，破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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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还有人啦、啊，还有人，让他们两个先打先，我在那边砸盖，等着啦，等着啦，打够了的时候再讲我啊，叫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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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跑哦，你们两个还没有打够啊，你们快点打，对。每次玩这个 Happy Soul Sky 我都是这样的，我命太满了。你们可不可以试下扣一下命啊？你们懂什么叫扣命吧？喂，
它严重过手机版的，严重过手机版的，这就是手机版的羊毛。哎呦，跑回去，哎呦，哦，我当时画死人间。哎，这场我们完全不用那个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，我们直接就可以获胜了，我们跑圈圈就可以了。嗨 ，Pixel 还是失发你们啊！算了，反正这也就是它优点了，最好玩的地方。人是超难死的呀！你看，我们三个已经在那边打了一个小时，哎，不是一两分钟多啊？为什么要讲一个小时？哎，一个小时是玩那电脑版才会一个小时啊！哇，你很好笑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你不打他，你决定来追我有什么屁用？我当然是打他了，对吧？气！啊，你决定要打，太迟了啊！啊，我玩其他场啊，这些家伙要打了我们。看呢，我刚教大家就是呢，你玩 Hunter Game 的时候，哎不，你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在那边吸一口气，然后吐，再吸，再吐。我先跟我们大家讲，这是新场来的，那新的场来的极海砍头，我会分呐、啊，跟我们讲一下、啊。我猜下哪一个有箱子？这个没箱，哎，这个我这么讲，这个没有箱，我讲错了，当然找不到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你看，只要你一拿到呢，全身装甲在两个箱的时候呢，通常往往呢，另外一个箱是又第三个箱是没有东西拿。我个人呢，超级厉害的呢，就是用那个 Windows 10的版本的那边做一个实践啊，攻击比较高啊，因为啊，我贪它攻击力高啊。我个人现在是可以做了个实践，不可以还不够，先做一把实践先，快，我要做一把实践，对，实践，我要做一把实践。哎，你魔王你要过来啊？不给你过，因为不给你过，所以吃剑吧，牛王，吃剑。我的，牛王原来会挡剑的，不愧是牛魔王啊！哇，牛魔王啊！佩服牛魔王，佩服啊！我的，牛魔王算是我杀，对，真的算我杀，我有点没有什么，总觉得不光荣哎，杀街杀到人不光荣那感觉。好了，你看我回命的速度够快哟，够快哟，够快哟！我看要打他也要花上几辈子的时间，所以我赶快跑了。撞跑吧啊！这是最奇怪的地方 ，Happy 手的设法就是最奇怪的地方，就是呢，还有的时候可以跑又跑不到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小电影里面会有啊。可是我小电影删除掉了啊，因为我做错了东西啊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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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我只能跟这个超级赛亚人那边玩游戏啊！哇，不要跟我讲你 delay 哦，我让你 delay 呀、啊！哦、超级亚赛人决定要出去玩了，不阻止超级亚赛人玩了。哇，跪一下我那东西先。哇，没有亚赛人的阻挡，我可以在那边啊安心啊跪一下我自己啊。幸好走了，幸好。我有主场的优势啊，你们要知道。所以通常一个人有了主场优势就要臭屁一下下，但有了主场的优势，我们大家就要臭屁一下下。这样就可以训死他们。你看几臭屁哦！啊，我都觉得应该给自己个赖的。我知道这个挺臭屁的，这个真的很臭屁一下下，我个人也知道。首先看一下有什么敌人吗？还有一个，啊，我会去打哪一个人呢？就一分钟多给他考虑吧，几秒给你吧哦，你还是不要？那我下去啊。我下去啊！哎，算了，我下去啊！我嘟嘟嘟嘟嘟嘟 ，goodbye， 祝你嗨！哎呦，吉翠财务公司欢迎，讲啊，算了，吉翠财务公司就是很荣幸的为你服务一下，好啦。今天这一集就到此为止啦，我是汉德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